奶奶，久违了。本以为京城今日我改不了乔家的祖训，我佩服大奶奶的勇气。大奶奶为了乔家，为了救您二弟，太古曹家的千金小姐，现如今祁县的乔家大奶奶，冲破了祖训，下嫁给我孙茂才。大家都以为我孙茂才是趁人之危。
落井下石。乔家人的眼里，孙茂才就不是个东西。是个卖花生米的吗？乔家走到今天，成也罢，败也罢，我孙茂才没有功劳，还有苦劳吗？当年在公园，我和乔志庸一见如故，他带着我走南闯北，辛辛苦苦积累了乔家半壁江山。乔志庸，你错了，乔志庸，你错了。你好大喜功，你大而无当的，你选择了涉足票号。你跟朝廷通兑银两，这是犯了咱经商的大忌呀！乔家必败无疑，乔家就毁在你乔志庸的手上。对此我坚信不疑，我坚信不疑。办到，乔志庸出来了。乔志庸出牢狱的这一天，就是乔家毁灭开始的那一天。我对乔家没什么割舍不下的，我最惦念的就是你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珍重的。我多想带着你走啊，走啊。跟你走啊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穿成这样？我死了，给谁带孝呢？你们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？你这是在书房呢？你从牢里出来了？这是
给谁带孝呢？给大奶奶，我们给大奶奶带孝。大奶奶为了救二爷，被逼嫁给了孙茂才，她自杀了。怎么了？自杀了。不可能！你们这是在……二爷，我这刚要的嫂子，二爷你别，二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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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呀！芷庸，乔志庸一听到他嫂子的事，立刻就不成了，到现在还昏睡不醒，死活难料。就是治好这一回，那也得落下个口歪眼斜，行走不便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得。小李子。李公公，哎，奴才在。这乔志庸啊，真的疯瘫了。哎呀，王爷，我说今天天儿不错，咱们走啊，园子里头听戏去。嗯啊。走。喂，你可是全好了。这一年多都迷迷瞪瞪的，咱们家生意怎么样？哦，咱们乔家的生意啊，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。哦，我去了达顺城几次，邱老东家说他不要咱们乔家在包头的产业了，咱们欠他的银子他也不要了，还说什么以后再提银子的事儿就拿大棍子给打出去。那就别再去了。潘大掌柜在北京借的银子呢？他在京城借的银子，今年差不多都还完了。
潘大掌柜多年经营永芳，大德行的生意呀，也是日渐兴隆啊。潘大掌柜呀，还让我告诉您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没敢忘您说的一句话：无论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他都不会灰心，不会松懈。只要人不死，这颗惠通天下、祸通天下的心就不死。他要把咱们的票号建成最大的票号。我没看错人。哦，这个高大掌柜啊，今年去了苏杭二州，江南的票庄也重新设起来了。好。这个潘大掌柜啊，还让我有机会再告诉您，太后和庆亲王知道您真的是患了瘫痪之疾，以后可能啊再也不会惦记着咱们乔家的银子了。嗯，看来这生病啊也不全是坏事。嗯，现在我能走动了，那天你陪我去给我嫂子上个坟，看看我嫂子。嗯。哦，好。
掌柜。高瑞。潘大掌柜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什么？你一个分，你一个分号掌柜，就这么大胆子，居然私自做主借给太后30万两银子？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呀。我们被山西总督抓到衙门里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总不能见着那些商号的大掌柜和伙计，在里边被饿死、被打死。这么说吧，这大棍子没打到我身上，握着屁股就开始疼喽。高瑞，东家这一生都让太后给毁了，你现在却替他做主借给太后银子，你不想想东家他能愿意吗？你说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其实啊，这事儿也好办得很，我都想好了，你直接把我给辞了，银子不借，不就结了吗？你还真以为我打算把银子借给他呀？我要是不答应他，我怎么出来啊？那些商号的掌柜和伙计们怎么出来啊？那这么说，你压根就没打算借？那太后平日视我们商人如草芥，视东家如草芥，今天也算是老天有眼了，让他落到我们手里一回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笔银子就是东家要借，我也绝不会答应。这事儿忒大，不行，得找东家去。你还站着干嘛？快走啊！快点啊！来了。像不像大洋鬼子的英雄啊？像不像？像，像。洋鬼子要是敢到山西来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别动，二爷别动。东家，东家，别挡着！东家，东家，您这是保卫大清国。东家，高瑞，你跟东家说。东家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难道真的是这样？太后和皇上没有人借银子，连西安都到不了。是东家，大清国完了。我听说从北京到山西，一路上只有一个岑春轩，还有一个山西总督玉贤，第三个官都不认他，大家躲都来不及呀。这个老东西，弄到现在所有人都恨他。东家，事情
我都替您想好了，如果总督府有人来问的话，您就说我高瑞没资格给您做这个主，把我清出号去。您呢，就一如既往的装病。剩下的事情，还是由潘大掌柜出面给您打点。咱不说咱不借，就说咱没有，想借也借不出来啊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个老东西想在咱们这儿再勒索一次银子，那是门都没有了。东家，高瑞说的对呀。这四十多年，朝廷从咱们乔家拿走多少银子？再说您东家，啊，受了多少委屈？现在倒好，他连北京都保不住了，愣把咱们的大清朝让给了洋人。您说这样的太后，这样的皇上，咱们凭什么还要认呢？是啊，东家。东家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我和高瑞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。现在的太后已经不再是什么太后了。既然她是借银子，又不是抢银子，那我们就可以答应，也可以不答应嘛。这银子得借。啊？什么？借？东家，难道您忘了您受的那些苦、那些罪、那些委屈了吗？大清国都要亡了，我那点委屈又算个什么？啊？我现在不把银子借给他们，难道想让他们跟我一样，也变成个亡国奴吗？我现在把银子给他们，那是给咱自个儿的人。难道我把银子留下给洋人？别挡着，接着画。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困了，我回去睡会儿。您怎么能回去呢？就是因为您答应了太后要借给她银子，太后才一定要路过祁县，在咱们大德通住上一宿。您要是走了，这台戏可就没法唱了。我说二爷，银子都借了，还差这一会儿。二爷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快！二爷，二爷，来，跪下，二爷，你跪下。乔东家，这就是太后老佛爷，还不恭请圣安呢？少明乔治庸
恭迎圣母皇太后，皇上圣驾，皇太后万寿无疆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就是乔致庸？我就是山西商民乔致庸。乔东家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这儿耗着了，赶紧招呼吧。招呼啥？嘿，吃啊。对对对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太后都饿坏吃，小李子，自打离了北京城啊，我可就没吃过这么多有味儿的东西了。你真难为着乔致庸的一片孝心了。老夫人，今儿奴才可是第三遭听您夸奖这乔东家。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说是出了京城以后就再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哎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，赶紧上啊，赶紧上。行了行了，先别坐了先别坐了，给我停下。什么停下？太后啊，从来都没有到过咱们山西，没有吃过咱们山西人吃的东西，咱们得给他做点咱们山西人现在每天都吃的东西。东家，这几年山西大旱，山西人每天吃什么东西啊？不就吃点野菜，什么高粱面皮之类的，这不挺好吗？就做这个，现在就做，做好了一会儿我给他端过去。哎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东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做，还不快点，快去找野菜。哎。这是乔致庸专门让厨子做的山西风味的小吃，端到了门外交给奴才，说一定要太后老佛爷尝一尝。真难为他一片孝心了。他们都尝了吗？都尝过了。老佛爷，不好吃啊？不，
好吃。哎呀，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后啊，以为这天下好吃的东西我都吃遍了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哎呀，这趟啊，我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等我吃完了，你去见见乔治庸，问他想让我赏他点什么。咱们在人家家里头啊，总不能一点东西也不赏。是，毕竟是老相识了。这太后挺高兴，问你想要点什么封赏啊？封赏？我这已经有了花了250万两银子从太后那儿捐来的二品官服了，实在是不敢再有什么封赏。嗯？二爷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二爷，哎，这不说话。二爷，快扶东西去休息。哎，快，快点，快，快去。哎，慢点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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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点啊，慢点啊，小心点。李公公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二爷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。这不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嗯，告辞。这个乔东家真没福气。太后让他讨赏吧，嘿，他居然病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李公公，李公公，上民潘文言替我东家向老太后老佛爷讨赏。老潘，怎么你要替你们东家向太后讨赏？正是，太后驾临大德通，那是乔家旷古未有的荣耀。我潘文言舔居大德通的大掌柜，也不能让老太后白来一趟，不是？我说老潘呐，你比乔志庸会说话。说，你想替你们东家向太后讨什么赏？啊，封赏不敢讨，我想替我们东家求太后一件小事儿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当年大德通查票庄曾一次带南方四省的官府向朝廷汇兑官银1000多万两，此后太后有旨禁止各家票号再做官银生意。现在洋人打入北京，各地官府的官银自然不能借到銮舆之下，所以潘文言想请李公公带我们东家求老佛爷解了这个禁，由我们票号帮太后汇兑官银，并协同办理各地的税收事务。这样的话，太后和皇上就再也不会为那30万两银子发愁了，是不是？你可够狡猾的啊！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，哎，一直是你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事儿，对吧？怎么，哎，今儿你却说是为朝廷和太后使银子方便啊？哎，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让票号涉足官银其实也不错呀。是啊，这至少太后无论到哪儿去巡幸，身边带着她几张银票就行了。
再也不用我临时抱佛脚，到各处去筹措银子。是是是是是是。不过这事儿要说呀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我帮你想想办法，拐个弯儿说这事儿，兴许能成。哎呦，我得替我们东家谢李公公，谢李公公。哎，先别谢，这事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啊，李公公，这是病人替票号谢李公公的一点小意思。哎，你看，请李公公笑纳。别，李公公，您一定笑纳，一定笑纳。哎，李公公，谢了，谢了啊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哎。以后要是不闹着让我还他们银子，我就给他们开了这个禁。东家，大喜呀！咱们晋商齐北人汇通天下的梦就要实现了。现在汇通天下做的是这个，又害人的，有什么用？到了京城，我才知道，呼延普大人去世了。你把我毁了，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送个饭嘛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上对得起大秦国，下对得起乔家，唯一对不住的，就是你。